好，另外我目前在瑞芳这边哦，那您可以看到呢，在瑞芳这边的状况哦，目前雨势稍微间歇，但是呢，阵风的风况哦已经是明显的转强哦，可以感觉得出来，康瑞台风现在是步步的在进逼。那么当然呢，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在瑞芳火车站的后站，这个后站的这一条街呢，在上一回山陀儿台风来的时候，一度是淹到了膝盖这么高，也因此哦，在这一次店家在备战康瑞台风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呢，我们已经看到在外头的店家已经堆满了这个沙包，那么这个沙包上面还印着瑞芳区公所，很显然就是政府呢发放给这一些民众，然后呢要来进行相关的防台准备。那么我们也实际呢找到附近的一间电器行的老板啊，其实回想起上一回山陀儿台风让这边整个淹大水，淹到了膝盖这边，他还是蛮无能为力的。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老板，我们来问一下，因为这一边是不是上一回山陀儿台风哦，也是受创的蛮严重的，对，很严重啊。那时候淹的地方到淹到哪？淹的地方就是从那边哦，那边比较低嘛，对，那边比较高，差不多到这个这个平民区哈，到沙包哈那个地方那么就高一点就不会了。我们都淹了。所以你自己的家门口就淹啊，淹很多。本来我以为是不会，所以这边站，一直站，一直上来，上到这边了，像这个上来。哦，到这边了。对呀、就喇叭都扔掉了。都被泡水了。泡水就滚起来了。它鼓鼓的，本来是平平的啊，不会变啊。对，它就坏掉了。它整个坏掉，这应该都是你自己珍藏很久的宝贝。对啊，都坏掉了，没办法。那家门口这边，下面我就一直上来啊，可能一直上来。上了这边的就开始就要跑了，我叫他说不行了，后来一直到这边上来了啊，没办法，然后也来不及跑了，来不及跑了，我就一直看了、就能爬高一点就看他怎么样了，上去。所以这上面是不是都还是上一次的一些泥巴都还在上面？就还在，有的有洗过，有的没有洗。像这个洗了还是一样，都还是留在上面。对啊，所以那一天的状况是您看到路中央的那个人孔盖就开始一直在对，哎，它盖子都喷起来了，喷开了，先憋。你说盖子也喷起来？还喷起来了？喷起来了，那水桶污脏，像那个温泉一样，一直跑上来了。然后再来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一直起来。那你们这一次面对康瑞台风又要来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希望不要那么大，如果真的这样，没办法了。天做的没办法。堆一个沙包的还是？沙包有拿很多，沙包没有用了。因为那水那个烟还是烟过。对呀，水不是黄土，水里进来都要沙包，没办法。再堆也没有用了。是，OK， 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好，您可以听到电器行老板呢，他的语气中满是无奈哦。同时，他在回想起上一回整个淹水的这个状况，他就说呢，在这个马路中央，就是我背后所站的这个人孔盖他说这个人孔盖是直接喷发出来的，然后这个水呢就如同温泉一般涌出，然后呢他就站在店家门口，然后看着这个水一再的淹上来。原本想说要逃吗？但是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水淹上来了，也逃不了了。然后呢他在这个电器行里面摆放了很多的一些古董的电器啊，都是直接被水被这种泥水给淹了过去哦。所以这一次老板呢也只是希望雨水不要再这么样子的大，那么也不要再让这个淹水的状况重新的发生。不过现在你也可以看到的，瑞芳这边也是刮起了一些阵风哦，所以包含我们所看到的这附近的上头本来有贴了一些这个帆布都直接是被这个阵风给吹掉了那当然明天的时候，整个康瑞台风它的暴风圈笼罩台湾之后，就会风势还有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所以还是要提醒民众得要做好防台准备。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